看到所有梦想会看破，追逐的年轻多寥寥，坚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地盘猎杀。全军出击，这就是我的意义，学着点吧。我闻到的是桃子吗？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，全是一丝血啊。装备去，我终于知道场子不一样了，但狩猎哇，这两天睡眠的好差，我昨天时差也超差的，我现在整个人有点昏昏沉沉的，得好好休息一下。我靠了，但我必须行动起来，不然其他人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到处都是怪物，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我操！啊！完了呀！比今天状态应该是比较差的，我现在正，我昨天吃了一个褪黑素，我操！这药效有点太大了，我现在整个那个眼睛是感觉有点飘忽的。就是那种我看屏幕看久了，我都感觉我有点恶心。哇，这个人吃了两个人头，怎么回去有个 BF 了？
操！这他妈的组合太难打了，打不死啊！这都五级的，满血是有点难。猎人必须不还血。感觉记了，这五个人头我怎么办啊？我的幸福是我命，推了溜了，快跑！生存是我们都有的本能。我的皮肤在蠕动，针刺发芽，狩猎时刻到了。下路去不了啊，兄弟，别拼了！这下路去不了啊，对不？我们换线不行吗？这不一定要去呀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下路现在两个人去了就死啊，那没辙啊。不是我们不去，这露露怎么办啦？配卡莎兄弟，因为我先选卡莎，他选的露露，我们对线爆了的话就得想办法了，这组合打对面打不了啊，想办法知难而退也是一条好汉。我回来了，也练成了，还得去下吗？真去不了啊，我的哥啊。行吧，露露六级了，感觉一套死不了，尽量第二套不要吃。没有人来救我，不就是个小孩吗？中路站下路是能顶的。算了，这个中路也买的是魔抗的，我们来顶吧。很好，合作愉快。这阿卡丽的伤害还是高啊，这英雄。有人说我是怪物，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下方潜伏着什么。
主要是阿卡丽给我技能全吃了，有点厉害。要么跑！哇，他为什么 A 了我一下暴击啊？兄弟，你凭什么 A 我一下暴击啊？我不服啊！稍事休息，猎杀还会继续。吃个这个吧，稳一手。这身皮肤来自生存的渴望，再有本能反复磨砺。我喜欢这里，说不定会留下来。这个地方很美，必须出手拯救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，虚空也明白这个道理。电，我们准备好了，他们会来。今天是狩猎的好日子。早飞过去啊。草完了。哎，我的我的我的。太他妈脑残了。不是，我太想杀他们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操！我看到我的这个打野一滴血没打赢对面那个打野，我好急啊！我恨不得我把他们全杀了。这就是主播的这个叫什么叫急了？我每次看到这种在直播的时候，我就说一定要去操作，一定要去。但正常来说，这波是肯定要撤的。
没戏呀、啊，这烟雾弹。哇，没有视野，好难受啊！老年进化，兄弟们，你们到底要在说什么啊？我表姐的进化的那个晕啊，大哥们啊，他妈给看回放、啊。那个人坐下来的那一下是他妈的击飞啊，解不了的。你们到底会不会玩英雄联盟啊？我他妈表姐。虚空中第一法则。他妈的，那提前按进化的那都是贬义进化，那都是空按的。不是他为什么我十级，他为什么要来跟我碰撞啊？他坐下来了一下，我问你们啊，就算你进化解一下，他秒晕你，你怎么办啊？而那个进化解不了，加速。这男枪伤害真高啊，就男枪这英雄感觉操作没有那么难，但是伤害真的非常高。为什么就一个兰博你就买这么多魔抗啊，兄弟，你到底要干哈？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，与我一起受用。不浪了，这个时候浪要掉大龙会输的。反应很快。利用他们的失误，我就知道。起来的目标才能活得更久。拉扯失误了，我操，傻逼了！我操！我造造造！我为什么要飞啊？哎，我是主播呀，我是主播啊，我是主播啊！脑海里的画面，不，我这不飞过去把他 AD 杀了，再把他们俩杀了，队友支援上了，那不是666的弹幕？我这要没开直播，我会飞。
但凡飞过去都扇自己一巴掌，没开几步的话，你们说对不？回忆、爱和希望都是最没必要的东西。怪我咯？那怎么能怪你呢？爬起来，站稳。啊！我操，这男枪伤害有点吓人，兄弟们，他是收集者，我是不是死了？好吓人啊！我可以解决他们眼前的怪物。这男枪一枪 A 了我的，没有五百也有四百了。十三个倒霉鬼。这瑞尔，我靠，这瑞尔不就是那谁吗？那小段吗？这瑞尔见人就跳。死了！原谅很难，但是绝对值得。谁点的头像？我妈人马，这人马我感觉他脾气很大的，但是他在打团，他不是稿子，他不是眼子，他只是这把有点不想赢，有点搞。但是他还是在打团，所以说我们要把他从悬崖边拉回来，因为这辅助也是呆子鸟。坚守自己的土地，在他们的地盘猎杀。大吗？这分段玩卡莎应该是很难输啊。帅不帅？进化解防御塔的伤害，看懂没？这分段卡莎好赢，真的，什么样的局卡莎都。